结束两个世界的呼吸，对彼此很好奇，无解交锋改不掉嘴硬，明明就心动的不行。早就已经长大了。清洁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人获得幸福感，也许这也是温暖家项目的意义所在吧。农夫山泉苏打气泡水，给你的夏天打打气。叔叔，我希望你可以重新的把双娇交给我。之前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但是你要是有决心让双娇一辈子幸福，那你现在就给我和他妈妈敬杯茶吧。叔叔阿姨，谢谢你们愿意把双娇交给我，我会继续疼爱她，守护她，不会让她受到一点委屈的。请你记住你说的话，你要是以后对我姐不好的话，我们不会放过你的。放心吧，我说到做到，从今以后你们也就都是我的家人。爸，今天要高兴。好了。
今天我把双娇交给你，你一定要记住你说过的话。叔叔，哎，多吃点，我帮你剥吧。哎呀，我就怕剥这个虾。嗯，没事，我来。哎，我去开门。谁啊？嘿，朱元，我给你买了你爱吃的。哇塞，朱元姐。啊，爷爷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家大门永远向你敞开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？怎么会？正是时候，去吃饭吧。哎，快快快。哎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去吧去吧去吧，来，那个君姐，嗯，干杯。嗯，来一个。好，来一个来一个，多吃点。嗯，谢谢叔叔。不客气，妍妍啊。嗯现在双娇这个事啊，我不担心，就是我们家俊杰下个学期他要出国，你说不担心那是有点假，我想着虎父无犬子，他应该没问题吧？嗯，爸，他那有什么问题啊？嗯，他不给别人制造问题就不错了。姐，你还说，还不是你这个当姐的没到头啊？哎，你怎么说话？哎，行了，你们俩吃饭呢，吃饭。请走。嗯，妍妍。嗯，这次俊杰做交换生，是你劝着他，他才想通的吧？哪里哪里，还是俊杰自己优秀，所以才争取到这么好的留学机会。哎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要谢谢你。叔叔，您还跟我客气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吃不吃？嗯。你现在这个个人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既然你帮了我们家俊杰，那我也想帮你一个忙。哎，我可是认识不少和你同岁的待婚青年。爸。这人女孩子隐私，你就别瞎问了。你懂什么啊，小屁孩儿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你朱颜姐现在正好是适婚的年龄。哎，我今天我就趁着这个酒劲儿，我给你介绍一个，保准你满意。谁啊，爸？这不明摆着的吗？啊？嗯，隔壁的小鹿怎么样？啊啊，挺好一人，不错的。爸，你这个非常有创意，可以吧？棒的。你看，好。哎，小琪怎么了？我刚刚踢到桌角了。哦，吃饭吃饭。朱颜，陆显真的又温柔又体贴又成熟又稳重的，比某些毛都没长齐的小孩不知道好多少倍啊。哎，没错，这男人呢，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，托付终身这事儿还是得找小琪这样靠谱的男人。如果说他是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大男孩，他怎么可能对你负责任嘛？怎么不可能？我就是他男朋友，我会对他负责的。走走走，赶紧走，让俊杰自己解释。我们就这么走了，会不会太不厚道了？放心，俊杰能娶朱颜啊，我爸心里指不定多乐呢。他现在就是在假装生气，因为这事儿我们都瞒着他。俊杰说几句好话就没事了。
你的生日还没过完呢，跟我走。不许偷看啊。前面有东西吗？没有，另一只手。好，现在你自己数十秒钟，不许睁开眼睛。十秒钟之后再整，我先走。好。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我睁开喽。双娇，许个愿吧。谢谢。我希望……等一下，愿望怎么能说出来呢？放心里许。好，那我就不说出来了。我希望石双娇能一辈子幸福。哎，你许的也太快了，生日愿望可是很灵的，得好好许。这样吧，我帮你许。我希望顾润琪能一辈子幸福。我的愿望一定会实现。你知道刚刚那些帮你引路的东西都是什么吗？我送你的礼物。是我们一起走过的路，一起度过的时光。以后你的每一个生日我都想陪你一起过。我会给你准备很多很多的生日礼物，替你实现每一个愿望。其实你就是我的礼物。我爱你。什么？我爱你。第一次跟我说这三个字，顾润琪，嗯，你抱得太紧，我都不能呼吸了。那我帮你呼吸。
小柔，嗯，听说顾总今天就要回来了，你这怎么还这么乱啊？赶紧快收拾收拾，来来来，全都收拾收拾，快点，快点，来来，找找找，我帮你擦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还有你这个，快点。都是肿的，快点！我知道了。顾总，顾总，啊，你这个盆栽真可爱。谢谢顾总。不要紧张，好好工作。啊，好。顾总看到我的盆栽，他会不会踩了我呀？顾总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我们大家都想死你了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大家过得还好吗？虽然顾总不在，但有双娇坐镇，当然没问题啦。说什么呢？我坐什么镇？顾总，你不在这段时间呀，双娇她可操心了，为了方案做好，没少加班，我看着都心疼。双娇，你辛苦了。吴宇。双娇宝贝，辛苦了。冬雪，坐。没事。顾总，其实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跟你说的。怎么了？怎么看起来这么严肃呢？我决定辞职。是有发生什么事吗？还是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忙的？你对我很好，科林智尚也很好。只是我觉得我自己在科林智尚待了这么长一段时间，我是学习到很多东西，但我也觉得我自己是时候出去成长，出去闯一闯。但不管未来怎么样，我都会永远记得科林智尚的好。冬雪，这样我真的会舍不得你。但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作为你的领导，又是好朋友的，我一定会支持你，祝福你的。你的能力这么好，就算离开了科林智尚，也还是会有很好的发展的。我相信你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但是，养老院的案子。我还是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完成，嗯，就当做是你跟科林智尚的一次合作吧，嗯。但你要注意哦，我不会因为你离开了科林智尚，就对你降低了标准。这我知道了。我会好好加油的。加油。嗯。那我走了。他最近是不是太有事业心了？员工为了公司有事业心是好事，我应该要开心，但我怎么开心不起来？你怎么回来了？还帮我接一下。你不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吗？是啊。我是有啊，因为来接你就是我最重要的事情啊。我就知道有的人觉得自己被冷落了不开心，所以我就回来啦。我没有不开心啊，员工努力工作，开心死了。好，那我还有些工作没做完，我回去加班吧。哪儿都别想去，现在就让我们好好享受两个人的时间，不准看手机，不准聊公事。也不准回任何工作的信息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好，以防万一，手机交上。为什么？没收。
那为了公平起见，你的手机也要交出来。好。想拿回手机啊？那我们来玩游戏，来玩真心话。问到对方回答不出来的话，就可以拿回手机。好啊，玩就玩，谁怕谁啊？那我先啊。如果没有我出现的话，你会选择跟陆贤在一起吗？你问他干嘛呀？我就想问啊。这问题是需要想的吗？不是，你说如果我就要想，你真的不存在的话，这个是关系到我的人生大事，我当然要好好考虑了。没有如果，这不用想的。好了，换我。我不相信你在我之前没有谈恋爱，你是不是有一个刻骨铭心、难以忘怀的前女友？也不算有了。不算有，那就是有了。她怎么样？长得漂亮吗？高吗？瘦吗？她很骨感，曲线特别漂亮，聪明、温柔又听话，而且很干净。她那么好，那你干嘛不跟她在一起啊？一直都在一起啊。啊？就 Top X 啊。你瞎卖什么关子啊？不是啊。就在认识你之前，也就只有 Top X 可以陪在我身边这么久。在那之前，我一直以为我自己的世界容不下一粒灰尘。但你住进来之后，我觉得很好。我每天都在期待我们一起的未来，想着想着就特别开心。有我在你的未来里，我也替你感到开心。等一下，什么叫替我开心？你自己都不会开心吗？你应该开心的吧？你有个这么优秀的男朋友啊，你不会期待我们的未来吗？哎，我一会儿再想啊，我现在有点重要的事情。等等，你现在就想。一会儿，我是更重要的事情。喂，静叔。那个订单啊，我之后会持续跟进的。他想的未来。好。该不会只有吞并我们公司吧？要是没问题的话，要不我们之后回公司再说。啊，行。行。哎。啾。干嘛还不给我？来，好了，抓着这个绳。哇，你也太顺利了吧！怎么样，还好吗？还行，啊，就是有点紧张。别紧张，有我在。李东贤，嗯，没事，就是喊喊你。我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候就是少一根筋，有点木又不懂浪漫，有时候。你要我做什么？如果你不直接告诉我的话，我可能真的领会不了。其实你什么都可以跟我说。如果你想要牵手，就告诉我。你想要什么，都可以全部告诉我。因为，我愿意为你学习一切浪漫。那。我们一起跑起来吧。嗯。哇！因为顾总对汪小姐好像没有感觉。我是说，顾总今天突然有会要开，所以没办法跟汪小姐去吃晚餐。嗯，
喂，顾总他需要进人，王小姐，我先送你回去。想不到你看起来四肢发达，其实还挺细心的嘛。有没有人说过你这个样子很可爱啊？你呀，就应该多这样，别老绷着脸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绝对不会让我自己喜欢的女生哭的。那你现在不是让我哭了？跑！哎，王小姐。昨天你说你的包沉，我就觉得你可能是力量不够，所以我觉得你要适当的运动，这样你以后拎包都不成问题。就算全世界都不看好我们也没关系，大不了我就不做主播了嘛，那这样就没有人会在意我们谈恋爱了。我配不上的。我想告诉你，我也喜欢你。如果一切可以重来的话，我一定会不顾一切的好好爱你，不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遇见是最好安排，梦都开始充满色彩。我想就这样，我想就这样，每一分一秒宠坏。我想我的洁癖症应该已经痊愈了。这是好事，说明你的情况已经好转很多了。今天要和你见面的时候，我下意识拿了一瓶消毒液，结果我想了想还是放下了。其实直接这样出门也没有那么可怕。挺好的，恭喜。我看你已经不需要我这个心理咨询师了。谢谢你，你真的是个好咨询师。没什么好谢的，我只是做了一个心理咨询师应该做的事情。最困难的部分都是由你和双娇自己克服的。你这人可真是的，有什么好谦虚的。你对我帮助有多大我自己心里有数，总之大恩不言谢，我和双娇会记在心里的。你如果敢对双娇不好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嗯。陆显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准备回美国。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工作需要了，难不成因为你啊？你什么时候决定的？什么时候走？走多久？走了还回来吗？你别这样行不行？你也不是再也见不到我了。你要是想见我，随时来美国找我。我和现在一样，永远留一条门缝等着你。不是，开什么玩笑？怎么可能？说认真的，如果有一天你后悔了，觉得自己过得不幸福，无论是十年还是二十年，我都等着你。十年二十年你不谈恋爱啊？你要孤独终老吗？当然不了，美国那小姑娘排着队跟我谈恋爱呢，我不谈恋爱那不亏大发。你最受欢迎了。说认真的，我的门缝永远为你留着。果然是个渣男啊！就是。对了，你之前借了我一个充电宝，忘记还你了，给你吧。
我从来没想过要收回。你的心意呢，我很感谢，但是他肯定有更需要他的人，你会遇到的。没想到我还会被退货。你堂堂一个海归，送人礼物就送个充电宝，你好意思吗？这么小气。而且在飞机上你肯定用得到，我们还是要随时保持联络的，毕竟你是我非常重要的朋友。几点的飞机啊？我和我爸去送你。等回头定了告诉你。嗯，那你收拾吧，一路平安。嗯。那你吃冰淇淋，吃了冰淇淋伤口就不会痛了，心情还会变好。这是我最爱吃的，让给你了。我可不便宜，你觉得我值多少钱？我这么有魅力吗？一直看着我。少自恋了，谁看你啊？哎，别闹。自从你搬过来之后，帮了我们家许多，也给我们家带来了很多快乐，真的很谢谢你。不管你走到哪儿，我都希望能随时联系到你。如果你再这么想的话，阿姨知道了肯定会不开心的。嗯，我想跟你说个正事。你说。你考不考虑我们？大千世界，茫茫人海，变化的世界，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的选择。每当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，心中的信号灯指引我们选择的方向。人生中选择的次数是有限的，属于我们的要珍惜，不应当得的也莫去强求。有时候选择放弃才是全新的开始，有时候选择坚持才是幸福的方向，有时候选择梦想，人生才会绽放光彩，有时候也会幸运地被命运选择。接下来就是用时间和努力去证明你值得。请进。找我什么事啊，顾总？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请双娇你亲自跑一趟。什么事啊？一件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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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要的项目要请你亲自去做。喂，我快到了，不过你给我发的地址是不是不对啊？这么快，绝对错不了。可是我看这儿什么都没有啊，那我打扫哪儿啊？这个项目确实有点特殊，所以才需要你亲自出马，你到了地方就知道了。好吧，我看照你说的什么都没带啊，你确定那边所有的清扫工具都有吧？你什么都不用带，只要把自己带过去就好了。好吧。哇，今天原来是打扫热气球啊。
你好，您是人工部的吧？嘿，这人耳朵是不是有点背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，我现在就进来打扫吧。怎么飞起来了？小心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还穿着清扫服？热气球升这么高，安不安全？放心，我有证书，我会驾驶热气球。那我就不怕了。不过这儿这么脏，你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人有时候就是要换个角度看这个世界，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你看这风景，多美啊！嗯，真的很漂亮哎。嗯，而且风也很舒服。嘿，你看那个桥，当时我们在桥上跑的时候，好像跑了好远好远，但现在一看呢，就好像一步的距离都不到。就像很多困难一样，换一个角度，也只是向前一小步的事。不要总看着地上啊！你看，我们现在离太阳越来越近了。就像你说的，向阳而生。小洁癖，像是双娇求过一次婚。那时候的小洁癖还只是小洁癖，是双娇向小洁癖走出了很多步，但她总是只是跟在后面而已。属于她自己的那一步，她始终没有勇气跨出去。现在，顾人奇终于跨出属于她的那一步了。无论是跨越困难，还是向阳而生，都无所不能。所以，我不想再等待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到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刻，我都会爱着你，保护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走在你的前面，牵着你，护着你。我们永远永远不要分离，永远永远在一起。无论你是顾人奇还是小洁癖，我都永远爱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无论是好是坏，富贵还是贫穷，疾病还是健康，我也都爱着你，亲爱的石双娇，嫁给我。Falling in love.
总，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念非常契合，您肯定需要一个我这样的员工。不好意思啊，顾总，我不知道你在换衣服。说服不了他，那就没有资格逼他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情，因为我才是他的领导。你身上没事吧？你疯了，都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在关心我？我也很想过像你们一样体面的生活，我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了，你为什么还是要赶我走，找我麻烦？为什么要那个我？因为我对你做的这些，不是因为我讨厌你，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双娇，我真的好想你。我也是。我身上流着妈妈的血，却爱上了超人的外孙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用一辈子照顾你。现实加速，选择怀揣心跳，为了什么忙碌也空下了渺小，命运不修边幅，生活局促，我的梦该如何做到？迷茫灰暗总是想把时光再聚焦，重新面对的勇敢和误解终归于好，成长就是这选择怀揣心跳，为了什么忙碌也空下了渺小，命运不修边幅，生活局促，我的梦该如何做到？迷茫灰暗总是想把时光再聚焦，重新面对的勇敢和误解终归于好，成长就是这吧。